随着。田庚记的配角阵容里还有着艾莉亚、王建国、赵毅、昌龙、蒋诗萌、李墨之等一众精兵强将的助阵，特别是其中的几位年轻演员都是时下颇具人气且演技颜值兼备的存在。昌龙、蒋诗萌以及李墨之对于古装的驾驭更是得到了诸多认可，此番助力田庚记无疑增强了整部剧的实力。以田庚记的整体配置以及实力具备了非常强的竞争力，特别是新颖的题材和剧情故事也是给人一种新鲜感，这在竞争激烈的古装剧中无疑是很大的优势。再加上曾舜晞和田曦薇的高人气，田庚记未来的开播前景也是一片大好。随着此番正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接下来就是档期的安排。而从豆瓣以及站内的信息来看，田庚记预计播出的时间将会是7月份，届时必定会掀起一轮新的追剧狂潮，大家拭目以待吧。